我想众所周知的，台湾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，还有地理条件，所以我们鸟类的资源非常的丰富。所有赏鸟爱好者跟生态保育的团体，大家共同努力之下，那其实台湾的赏鸟活动是日益的蓬勃。这是在这个领域，这样的活动亚洲以来是最大的。那我们其实敢吹吹牛，大概在近几十年之内，这个记录可能也很难突破。所以我们衷心感谢大家的到来，因为你们的到来，让这个事情会更美好，会更成功。